车被盗了，最令人心痛。咋还有呢？还有好戏吗？这酒店这个造型，大家看这么多窗户，就感觉来到了监狱。犯人们早上在这边吃完饭，各回各屋。6687，赶紧吃完饭。这边都快吃完了，这家还在那磨。今天是在 America 的最后一天了，抓紧一下时间，咱们去好莱坞那个大牌子去看一下。你在那位片要打个卡，拍个照在那，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去一下洛杉矶的富人区啊，据说好多大明星都住在那里，就是特别好奇是怎么能一周七天都是这种大烂天。然后这车感觉要炸了 ，Service engine soon， 发动机好像是坏了，这家车被盗了。大哥，不知道把什么玩意给偷走了，这个整个车的噪音非常的大。Oh, will I just take this photo? You have the report number stating that you filed a report with us. Okay. That the converter was stolen. Okay. Okay. All right. Give me a second.这位警察长得非常帅，现在这位警察会拍一些照片，然后给我们一个 report number， 然后我们把这个再报告给这个 AVS 这家租车的公司。啊，你可能有 CCTV 呢， CCTV。关他死。跟前呢？那部门的一个通知过，同样搞的肯定不是共产党。一人一人，那聪明啊！阿爸都聪明啊，一龙哥。哇，36년살았는데。It's a good phone number for you. It's a Korean number. It's a Korean number. Yeah. What did you give the rental company for them to give you the car? 010 010 8. 那你这个是 ？Where's the rental compan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Arcadia or Los Angeles Airport? Los Angeles. We're gonna contact them.And they're gonna take over for you because it's not your vehicle. It's their vehicle. Yeah. And then you came out at what time today? Like at 11:12 p.m. afternoon. Oh, okay. Yeah. So and you should be okay. I made a police report. And this police report, yeah, is gonna have all the details of you, okay, the vehicle, and them.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e? No. You're okay. Yeah. Okay. 啊，这警察。给人的信任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处理的效率非常的高。但是这个怎么竟然有偷车底下那个东西的，哇，非常的让我难以理解。关于为什么会偷这个东西，我后来查了一下，原来这个东西叫做 Catalytic Converter， 中文叫做催化转化器，可以把汽车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碳氢化物和碳氧化物等废气给过滤掉。而且这种催化器因为要使用到贵重金属才可以把这些废气给过滤掉，加上新冠疫情之后美国新车旧车的供应链都受到了影响，钢铁价格升高，新旧部件都很难搞到啊，非常难搞，所以这个催化转化器的价格更是一直在升高。而且据说偷起来非常简单，蹲车底下拿个大电锯一割就可以，虽然有可能出现这个千斤顶出现故障被车压死的风险，但是卖个回收站可以赚几十到几百美元，这么大金额啊！对这些窃贼们还是决定钻进车底，就像那些野猫们一样。警察已经受理了，让我们现在去还车就可以。3:35 ，AVS 终于给我们换了一个车 ，Jesus Christ， 熊孩子已经饿得不行了。中午是 Burger King 哈，宝宝。最令人心痛的，今天是我们家那位的生日。现在眼里泛起了泪花。我不应该笑。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哇，真哭了！大家不要看多惨，其实你看。通过我这个流畅的英语，这事儿还算顺利的解决了啊！我们要这么写。现在最担心的是今天晚上就怕那车又被偷了。你不觉得你的有点太大了吗？
这个包里面是他的个人信息，还有他父母的信息，酒店的信息，万一熊孩子丢了그경찰아저씨봤지미국에서잃어버리면은엄마아빠못찾으면은그런경찰경찰아저씨한테이서류보여줘그러면너다시엄마아빠볼수있어现在来到了好莱坞那个大牌子那个山那块儿，那边应该是天文馆，放松一下心情。嗯，熊孩子太困了，睡着了。我们家那边自己走了，自己去溜达去了。所以今天得出的结论是，没事别出来瞎溜，真的是非常危险，真的太危险了。Oh my god！酒店还没有监控，幸亏没把车给偷走。哈利欧在山上放几个大牌子，宣传到了全世界。这个 marketing， 加利福尼亚果然非常喜欢 marketing， 就像 Apple 的零度。Beautiful。众多人类都被这个美景所吸引，争相拍照留念。菜大菜，아들독일봐봐엘사같은영화가다여기에서찍는거야와우날개다넌날고싶잖아 非常嗨Oh, it's okay. It's okay. 어왜이소리먹어도되나참말这边聚集了很多的人类，我们去那边看一下。这儿真的是万里无云了，啊！这么多狗尾巴花啊！这么多印度，这种草坪想起了大学啊！在这处对象的男男女女，男性人类、女性人类，他这块怎么都是同性 ？Stands for and blesses this marriage. I do. Even when they don't ask for it. I do. Excellent. 结婚了，真的想挽留，不要做这种傻事。祝福你们，恩爱的。男性女性小情侣，为什么朋友中间总会有一个这种啊不懂装懂的这种好朋友呀？再给自己妈妈拍照。OK， 拍的啥？阿爸。哇 ，rainbow， 母鸡的彩虹。哦，搞画面的。不是姑娘的。大家看，没见过彩虹的朋友们，大家看，这个就是人造的彩虹，双层的还都是啊，再不再见？哎呦，哦，在拍影子，哦，哎，哎，我，啊，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人类在干嘛。一个塔比布吉。也是在拍照。여기서자도될것같아자행복하지어엄마한번누워볼래그냥뭐感觉你是她老公아빠한번누워볼래시원해에이안해아되게시원하네아非常的舒服啊，一个黑空腹的特效呢！这草是不干不湿的这种感觉。你给皮都把你软硬程度也是刚刚好。啊不是，是那边手套。啊，阿爸，一个俺们会啊，到。嗯。这个做啊？软硬程度
핸드폰 이거 떨어뜨려 가지고 잡는 거 알아? 뭐 나중에 아빠 잘 때 딱 그렇게. 哎 ，sorry sorry， 最后再买一下 iPhone 14， buy iPhone 14， iPhone 14， OK。走之前最后再来看一下美国这个富人区，比弗利山庄。比弗利的这个地方停车非常不错，五美元可以随便停 ，$5 dollar flat rate。Party， 电影里面经常看到的这个 Party， 富人们的生活在这里，露天的地方开着 Party。That recording that says like. 美国的富人们就住在这里吗？一个人都没有。我以为我们家那位找的这个停车场是商店的停车场，没想到我们需要走500米，但是这个大黑天只有我们在溜达，太吓人了。看着个警车，心里面有一点点安心。偶尔看着一个露宿街头的，我千万不能对视，挺吓人。지상도무리한데가끌래？这个地方得白天来，晚上来太吓人了。咋还有呢？还有好戏吗 ？Need a ride？ Ontario International Airport。家那位刚开始带我们去的是洛杉矶国际大机场，但其实不是，离洛杉矶国际大机场差不多9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这个叫啥 Ontario International 国际大机场，原来是在这里面登机。哇，真的是非常悲剧。中间我们家那位还跟我说，为什么要12点就出来？我们是6点啊，上午早上6点的飞机，问我为什么要12点就出来。我们先去洛杉矶国际大机场把那个租的车给还了，还了之后去机场发现没有我们的这个航班没有，然后从那个机场的 T2 到 T7 去了一下也没有，后来一看他买的那个机票回程的机票是在这个 Ontario 在这边登机，还好我当时沉着冷静，当机立断截下了一个 Lexi 的巴士他把我们拉到直接可以坐那个出车的地方。去了之后那位大叔非常的亲切，刚开始还看着剧，后来我跟他说我们要晚了，他直接把手机一关，不知道抽没抽错，反正花了50分钟就到了。虽然很悲剧，但是今天给熊孩子上了一个非常好的课程遇事不慌，沉着冷静憋了2个小时的尿，表现非常不错。有一个模样一个模样对你下一样。